將大腸嘅地方就係佢講出主耶穌慈悲嘅一面。喺神心方面，我哋覺得佢係屬於據四個福音之中最具神心性嘅。從讀經之中，我哋記載同埋認識到耶穌基督慈悲嘅面貌，我哋亦都從佢當中獲得一啲嘅力量。學習我哋喺困苦之中，仍然都要能夠以慈悲待人。喺最後晚餐之中，門徒爭論邊一個應該係最大。路加記載耶穌對嗰啲門徒講：佢冇心機，但佢內心好感動，叫佢哋邊一個願意做最少嘅，要服侍人，先可以做最大。耶穌喺山前祈禱，被放嗰陣時候，門徒都冇講述到佢哋晨光，只係話佢哋瞓著覺。呢位慈悲嘅老師看見佢哋呢啲咁嘅門徒，總係為佢哋用滿一番。對於百多路，路加更加細緻描寫。首先，耶穌主耶穌幾次。佢嘅舊名西門，西門嚟稱呼百多路，提醒佢嗰個身份，又向佢預告魔鬼就嚟喺佢身邊，就嚟到佢身邊動佢。主耶穌為百多路特別祈禱，佢咁講：我已為你祈禱，為叫你嘅信德而不至喪亡。當你以後，你要兼顧你的兄弟。百多路在大師制的電影裏面三次不認主。路加寫百多路的時候，他感覺得到耶穌就在他後面這樣聽著他的說話。當百多路三次不認主的時候，他望一望，我好像見到耶穌望你轉身望住佢，佢慈悲嘅面容望住佢嘅時候，百多路感覺到一種好大嘅觸動，唔想發生嘅事就發生咗。就喺百多路最無助、最失落嘅時候，主耶穌用佢温暖嘅、用佢慈悲嘅、用佢諒解嘅眼望住佢，似乎好似咁講：我願意。耶穌對待所有嘅敵人，亦都有慈悲嘅一面。福音之中記載由大師出賣佢，耶穌都係用個名稱呼佢，叫做猶大師。猶大師，如果我哋喺我哋嘅生活之中見到人嘅時候咧，會講貴啊或者呢啲咁嘅稱呼，但主耶穌都係用最猶太人。最親切的說話，大師講出嚟，佢都希望與大師能夠感受得到佢嘅慈悲，感受得到佢天主嘅愛。大師祭同埋長長崇拜咗耶穌，將耶穌嘅將隨從變成一個隨從，俾門徒一下咗船。耶穌冇福音咧，只有路加福音記載住。就即刻替呢一個嘅隨從咧，整好佢哋做醫好嘅儀仔。路加筆下嘅大師祭、經師、長老都冇一啲咧好兇惡嘅説話，甚至比拉多三次聲明耶穌，甚至咧我哋聽到比拉多喺福音裏邊嘅隨從之中三次咧係聲明。最後，我哋喺福音聽到福音之中嘅群眾，所有嘅婦女都係好人，佢哋跟遠遠咁跟隨住十字架後面。耶穌特別係慰問呢啲婦女。至於嗰啲大聲呼喊要驚死耶穌嘅群眾，耶穌喺十字架上面第一句説話就咁講：父啊，佢哋。知道自己做了什么
有邊嘅強度配合你今日就要我同我一齊去落地獄？我哋今日去睇呢一個聆聽或者一齊閱讀呢個路加嘅福音，耶穌嘅受難之苦，我哋就睇到主耶穌悲嘅一面，睇到主耶穌用佢嘅愛，用佢嘅慈悲，將佢啲敵人一一。路加叫我哋問我哋在座每一位，究竟邊一個係釘死耶穌呢？原來釘死耶穌嘅係邊一個出埋耶穌，邊一個係無辜而使到耶穌為我哋受苦受難呢？無辜受苦嘅基督依然關心人，隨時係等待我哋嘅回頭，隨時等待我哋。向佢嘅祷告，佢慈悲嘅面容，时时都望紧我哋，睇紧我哋。希望我哋无一错再错，希望我哋能够回头转过。佢时时都会讲：父啊，宽恕他们吧，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做什么。就让我哋喺四旬期，喺呢一个圣至圣周去圣周嘅时候，就。主耶穌嘅慈慈嘅面，慈悲嘅面，佢對我哋講啲乜嘢？係邊一個人將耶穌？